冬至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顾得了？你们太扯了，不会在你们眼前直接消失？我三个人坐在那，包包被他提走，我就是放在你正前方，我没有看见啊。那我们进警察局。我真的去强强西班牙出事，包包被偷13万没了，痛哭进警局找不回来。现在我们就要立刻进攻马德里，不然凤凰城很难耶。强强由欧来到西班牙，前往全球最大的 Zara shopping， 没想到乐极生悲。贝壳风啊，看吗？一般般。好看吗？这还蛮辣的哦。因为我穿衣风格在改变，但是那都拿长了。长然后口。怎么了？冬至了，一切在你家的你妈拿走。我真的是服了你，在你旁边的，你顾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顾得了？包包不见了。你里面有什么啊？它是白牙的。Can I see camera right there? Yeah, if you want to watch. Yeah, yes, yes, yes. 你们太扯了。不会在你们眼前直接消失？我三个人坐在那，包包被他提走。那我就放在你面前。我就是放在你正前方，我以为你会看着，我以为你会帮我看好的，因为里面有最重要的东西。但店员不给强强调阅监视器，要他们直接去附近警察局报案。包包不见，里面有一个黄金戒指，13万台币。那里面还有一些化妆品，那很重要。那我们进警察局。我真的去。飞机也掉了，真的买的东西全不见了，越夸张了。但我知道我可能找不到，找不回来了啦。You shopping in Zara? Someone steal my stuff. 他这里报警要排队。But one hour and a half to wait.If someone steal, it's possible to come back. I always travel everywhere, but it's the first time I lost my stuff. No, no, someone take it. I don't ever see the most expensive lost stuff, so I'm not really bad, right? The most 3 million. 3 million. I think so many people is a group in the Zara. It's not the first case today in the Zara. 是晚上9:30报完案，他给我一堆废纸，说实在是不会找回来啊。我们用我们自身监告诉你们，在欧洲丢东西就找不回来了。结果今天买了一双鞋，但花费是14万。我真的觉得很衰耶。而且我什么都没买到耶。